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麻辣卤猪蹄。咱们先给猪蹄焯一下水，放入大葱、姜片，放入一个的葱片，咱们先炒个糖丝，老冰糖，起锅烧菜籽油，放入葱姜，放入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料、小茴香，放入焯好水的猪蹄，放入情感修复液，山泉水搞里头，放入咱们焯好的糖色水，来一丢丢咸盐，胡椒粉，生抽，一球不能满着一球，老抽，哎，这老抽也是没凉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两个半小时。快，来，先吃点水果，哎呦。大家吃，给我吃啊！来，哥哥，先说一下，拿拿味。真棒啊！哇！都到了入口即化的程度了。